短针和引拔针。接下来我们先来学习第一部分。先来起针，在正式编织之前，先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粗线做演示，后面所有钩织用到的具体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我们在纸质图解中都有介绍。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用拇指与中指捏住线头。右手拿起钩针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右侧，往下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。我们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套在钩针上，起针的这一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。接着我们来钩织锁针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，一针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我们在这个锁针上扣记号扣标记。如果大家没有记号扣，也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。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是第二针，我们继续往下勾。三针，四针，现在起针就完成了。完成后，在最后一针上扣上记号扣。这里我勾的是小样，所以针数较少，具体钩织时请依据表格进行钩织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后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第一排，先钩八针锁针作为第一针。这一针对应记号扣标记的这一针锁针，我们在最后一针锁针上扣上一个记号扣，标记为这一排的第一针。接着挑起针左侧的一针锁针，这样的一根线勾一针长针。长针的勾法是先绕线，然后勾针挑起锁针的这一根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。现在钩针上还剩下两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针长针就勾好了。可以看到对应上方形成了一针针目，也就是这样两根线。下面继续挑左侧锁针钩长针，先绕线，然后挑起锁针的一根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，重复两次，这样又一针长针就勾好了。这一排的钩织规律是一针对应一针，不加不减钩织长针的。我们继续往下勾，一直勾完锁针起针。
三针。四针。现在已经勾完了最后一针锁针起针，大家看，第一排就勾完了。我们可以核对一下针数。最开始的这八针锁针，因为占一针锁针的位置，所以也算一针。现在我们在这一面的任意位置扣一个记号扣，标记织片的正面。下面我们开始勾第二排，先将织片翻面。然后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这一针表示一针长针，对应下方一针针目。同样在最后一针锁针上扣一个记号扣。标记为这一排的第一针，之后每一排的第一针都要用记号扣标记。接着继续在是在同一针针目里勾出两针长针。一针。两针。这样就在一个针目里同时勾出了两针长针。一针长针加针就勾完了。下面继续不加不减勾21针长针。完成后勾一针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左侧针目里勾两针长针。一针。两针。这样就又勾好了一针长针加针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排的勾织规律。21针不加不减针。一针长针加针。接着又是21针不加不减针。一针长针加针。这种加针方法称作隔21加1，也就是间隔21针加出一针。下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排勾完。勾到最后一针时需要注意，我们要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一针锁针上勾织。挑起这一针的两根线，然后勾织相应针法，
大家看，第二排就勾完了。接下来开始勾第三排，同样需要加针，先将织片翻面。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这一针表示一针长针，对应下方针目。注意，不要忘记扣记号扣标记这一针。Thank you.
大部检的长针外，第一部分剩余的排数都需要进行加针。第二排的规律是隔21+1，第三排的规律是隔22+1，第四排的规律是隔23+1，每一排都比上一排间隔的针数多出一针。以此类推，第五排是隔24+1，第六排是隔25+1，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勾到需要的排数。同时，为了勾出的织片形状美观，需要隔一排调节一次加针位置，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第三排。每一排的总针数、加的针数以及加针规律，请参考表格。大家按照方法将第一部分勾完，我就不继续演示了。勾完最后一排后，接着勾一针锁针固定，然后拉大线圈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完成后的小样。接下来开始勾第二部分，在勾这一部分之前，我们需要做一下准备工作，取出珍珠，然后又勾织需要的线，穿上一定数量的珍珠。这里可以多穿几个，如果不好穿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处理一下线头。用剪刀将线头剪个斜角，然后取出胶水，涂抹在线头前方。用手拧紧，等线头完全干透后，会发现它变得硬挺，更容易穿过珍珠。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，接着将涂胶水的线头剪断，就可以开始钩织了。钩织的时候，如果不需要用到珍珠，就要边钩边将珍珠向后推。下面开始钩第一圈，先来接线，拿出需要的线材。实际钩织时用到的线材与第一部分相同，为了方便演示，这里采用其他颜色的线进行钩织。首先来看第一部分，正面最右侧，这里第一排因为钩锁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圈，接着第二排是长针边，这里就在这个长针边上接线。将线放到这个长针边上，然后钩针挑起这个长针边，将线钩出，这样就接好线了。下面开始钩这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一针不算一针，接着继续挑长针边勾两针短针。短针的勾法是穿入钩针，将线勾出，勾的时候将接线的线头放到钩针上方收进去，这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针短针就勾好了。再来勾一针，
穿入钩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又一针短针就钩好了。同时就在这一条长针边上勾完了两针短针，接下来继续挑第三排的锁针边。勾两针短针。一针。两针。完成后，
钩针上的所有线圈，这样一针中长针就钩好了。完成后开始钩花样，先在左侧一针针目里钩两针长针，完成后钩一针锁针三针的狗牙拉针。这一针的钩法是先钩三针锁针，这里注意钩完一针锁针后再钩第二针锁针时，我们需要加入一颗珍珠，将下方珍珠取一颗推到线头的顶端，接着绕线钩一针锁针，这样第二针锁针就钩好了，并加入了一颗珍珠，继续再钩一针锁针。完成后挑起下方这一针长针前方的这样两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也就是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所有线圈，这样一针引拔针就钩好了，同时一针锁针三针的口牙拉针就钩好了。接着我们继续在这一针针目里钩一针长针，完成后在左侧针目上钩一针中长针，先绕线，然后穿入针目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，这样一针中长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一针短针，钩完后我们开始钩一组花样一，先钩一针引拔针，钩针穿入左侧针目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所有线圈，引拔针就钩好了。完成后是一针短针，接着是两针中长针，完成后分别钩两针长针。然后钩一针锁针三针的狗牙拉针。这一针和上一针狗牙拉针相同，也需要加入珍珠，先钩一针锁针，接着取下方珍珠推到线的最顶端，然后钩一针锁针，接着钩第三针，完成后挑下方长针的这样两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这样又一针锁针三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钩完后继续钩一针长针，两针中长针，然后是一针短针和一针引拔针。完成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将这里的一针引拔针到现在勾的这个引拔针看作一组，
这里一共占据11针针目，这样一组就是一个花样衣。接下来就是一直勾花样衣，勾到左侧记号扣前，还剩下3针为止。下面我再来演示一个花样衣。先勾一针引拔针，然后是一针短针，接着勾2针中长针，完成后是2针长针。接着勾一针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这里要注意，在勾第2针锁针时需要加入一颗珍珠。完成后继续勾一针长针，2针中长针，1针短针和1针引拔针。
断线。起针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，可以直接剪断。大家看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在这一面上扣一个记号扣，标记为织片的正面。下面开始勾第二圈，首先在记号扣位置接线，拿出需要的线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后，放到记号扣位置。然后穿入钩针，将线勾出，这样就接好线了。完成后开始勾这一圈，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这一针对应下方接线位置，完成后继续在接线的位置勾两针长长针。长长针的勾法是先绕线两次，然后穿入针目，将线勾出。注意将线头放到钩针上方收进去。这时钩针上有四个线圈，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，重复三次。这样一针长长针就勾好了，再来勾一针，先绕线两次，然后穿入针目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四个线圈，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，重复三次。这样又一针长长针就勾好了，完成后勾一针锁针三针的狗牙拉针。同样是挑长长针的这样前方两根线。勾完后继续在这里的入针位置勾两针长长针。接着再勾三针锁针，然后在这一针针目位置勾一针引拔针。接着再在左侧针目上勾一针引拔针。注意这里针目可能会有些模糊，不要漏勾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已经勾完的这一部分，把这一部分当作一组，这一圈就是重复钩织这样一组的。我再来演示一下这样的一组。先在左侧一针位置勾一针引拔针，这样线头就过渡到了下一针针目，接着立三针锁针的起立针，然后继续在这一针针目位置勾两针长长针，
接着勾一针锁针三针的狗牙拉针。下面再在这里的入针位置勾两针长长针。完成后勾三针锁针，并在这个入针位置勾一针引拔针。接着再在左侧针目里勾一针引拔针，这样又一组就勾好了。这一圈一共需要勾这样的八组。现在
接着藏线头。并剪断多余的线头。大家看，一个花片就固定好了。另一个花片在另一侧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固定，方法比较简单，我就不继续演示了。到这里，整个花朵款加链子就全部完成了。接下来开始学习线性款装饰的钩织。装饰分成了花片一和花片二，采用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花片一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来环形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，一二，上方一共有三根线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，然后左手挂好线，接着穿入起针的线圈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这针锁针要拉得紧一点，这个就是起针后的效果。接下来开始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开始在起针上钩短针，钩针穿入起针的线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完成这一针。第一圈一共需要钩六针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五针。钩完后，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这里一共有两个线圈。先轻轻拉一下线头，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线圈活动，先拉紧会活动的线圈，这样还剩下一个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我们在记号扣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钩的时候起针的线头也放到钩针上方，然后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最后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大家看，第一圈就完成了，这样一个花片一就钩好了。下面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需要的花片一即可。下面钩花片二，首先来环形起针，完成后开始钩第一圈，这一圈和花片一的第一圈钩织方法相同，在起针的线圈上钩五针短针，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。然后在记号扣位置
勾一针引拔针。这样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继续勾第二圈，先勾三针锁针，接着我们找到第一针锁针的里山位置，也就是这样辫子后方的一根线。挑起这一根线，勾一针短针，勾完后在左侧针目位置勾一针引拔针。现在将已经勾完的这一部分当做一组，这一圈一共需要勾这样的五组。我再来演示一组，先勾三针锁针，接着找到第一针锁针的里山位置，也就是这针锁针后方的一根线，挑起这根线勾一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勾一针引拔针。这样又一组就勾好了，接下来重复一组的钩织方法，将这一圈勾完。勾到最后一组时，要在记号扣位置勾引拔针。这样，第二圈就勾完了。勾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。这样一个花片二就勾好了。下面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勾织需要的花片二即可。现在我们来进行星星款组装。花片是在主体的任意位置安装的。这里花片一和花片二的安装方法相同。我这里用任意花片进行演示。先将预留的线头穿上缝针，接着开始挑线进行固定花片。先穿入花片边缘的线，然后再挑主体正面的线。注意缝针不要穿透织片，然后将线拉出，接着继续重复这一步骤。在固定的时候